念超，你的真实感受可以告诉姑娘。其实心里真的在犹豫，感觉那么差了点，就是以后面对你妈妈，我这个人吧挺有主见的，包括我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我说的算，我不希望跟你妈妈发生不愉快或者是啥，所以说以后能说的为了咱们俩，然后尽量的让父母少管这些东西吗？那肯定，因为以后的话毕竟成家了之后就是不是和父母在一起，和父母接触时间也是很短暂的，所以说大部分时间还会听就是我未来的丈夫那样。怎么说呢，他有很多的方面是没跟我理想中的达到共识，但是人没有十全十美的，我愿意去改变我自己，也愿意去改变他。